了出来，盖火锅的是林一辉，前面高华跑快攻，拉杆出手两分有，高难度的拉杆右手上篮，新竹工程师球迷跳起来了，这不善啊，没错，热身赛没有再跟你客气的，连球迷一起都加入战局，还有高国豪再来看一次。这个还用右手，哇塞，右手这样放球，不看篮筐的放球。这要包含体能跟技术。